这样看起来很可爱哦。这个码头装上去刚刚好啦齁。大家好，我是 Apple 先生，我是四月先生，欢迎收看试玩记。今天要来介绍一滴结巴。今天要来介绍两种转蛋，那这个都适合用在1:12或者是6寸。那我也不知道自己买这个要干什么用啊、哦。那第一个比较特别，它是面具 ，mask， 就是所谓的假面，不是假面骑士哈 ，gaming 啊，假的这个面罩啦、哦、面具。那第二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买这个哦，你看了就知道，而且我还买两组嘞。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哦，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次开这家转蛋公司，那这家做的还蛮有趣的，那我们就来开箱给大家看一下咯。那总共是五款啊，那个码头就有两个，那分别是大小，那等一下我们来跟大家说明一下。那这个是小的码头哦，你看做的很拧针，不过看到这眼睛看起来有点恐怖哦，你看哦吼，很恐怖哦。这真的是毛，那你可能要梳理一般然后这个才不会看起来怪怪的哦，这庞克头啊你。那感觉这个是把它粘在上面的哦，它并不是缝进去，把它粘在这里，就是一撮头发，然后你看一下，它是把它粘上去的，把它粘上去的。好，那这个是软胶，所以不太会坏掉了哈、哦。这是从上面看下来的画面。那这是里面，好，这给你参考一下哈、哦，它的这个直径宽大概是24mm 哈、哦，然后它的这个长的话大概是30mm。介绍这个，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这个是熊哦，你看这个做的还真像哦，你看这摸起来有点像那个绒布的感觉哈、哦，就是不是那种软胶，摸起来有点绒布，它这个不知道怎么弄的，还蛮厉害的哈、哦。啊，这是里面的，好，那。看起来还不错哈、哦，这个耳朵，但这也是软胶啦，但是它这个不知道贴了什么。好，你看哇，这正面，这是很凶狠的哦，嘴巴张这么开。看一下这个它的 size 哦，大概是28mm， 差不多了哈、哦。然后这个长的话大概是25mm。大约25mm，可以看一下。哇，这呵呵这只不错。好，再来介绍这个哈，这个真的就是软胶，全部都是软的，软的，软的哦，没有任何的这个贴毛啊，或像刚才那只熊一样，摸起来会有那种绒布的感觉，这只没有。那这个鸽子吧，是不是算鸽子还是鸟？这个、也很特别哦，这上面看下来。这个眼睛，哦，很恐怖吧？就我们看一下它的宽啊，宽差不多是28mm 哈，28mm 大约了哈，28mm。然后它的长呢，长来看一下，长差不多也是30mm，跟刚才那很像。介绍下一个，这个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哦，全部都是动物，只有这个是人物。然后这人物这个也没有做的很棒。这个头发、啊、我都会翘起来、哦、要翘起来，可能要拿一下吹风机跟它吹一吹，上一点发胶，它才会固定哈、哦，很好笑哈、哦。然后这边头发好像有点少啊，没关系啊，不过这个看起来很可怕哦，这个、看起来很可怕，牙齿这么黄，哦、做的还蛮不错的、啊、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会给一个这个一个缝，不知道为什么。金价不在哈，好，来看一下哈，它的这个长，哦，这个长比较多、哦，这个大概32mm，这个大概32mm，宽呢，宽大概是18mm左右。再来，这个是最后一个，就刚才那个码，它是属于比较大的，那整个这个塑形看起来都一样了哈，那只是比较大，看一下这个大小差这样子。好，可以看一下。好，啊，其他造型都一样。
那这个头发更乱哦，你看，哎，你有看到吗？这个没贴好，这是用贴的哦。这个还是小心一点，等一下呵呵。然后毛掉一堆，这里一大堆毛啊，看得到吗？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概有多宽，这个大概是30mm， 30mm 哦。然后这个大概42mm， 42mm 大概了哦，42mm。等一下我们把它戴在这个人偶上面给你看一下它的这个呈现出来的感觉是什么。然后它每一个这个转袋里面都会送一个这个纸，你知道这要干嘛吗？这要给你放在桌子上参观使用的，这样子还蛮还蛮鸟的。你现在看到这个就是全部摆出来的这种感觉啦哦，这个还要一直边整理边扫这个毛，这个毛掉了一堆，到最后这个会秃头，毛都掉光了。哎，真是那个马的那个会掉毛，可能就不要买了哈，不要买了。这个就是我们拆开来第一袋哦，那我们来开一下，这个是需要组装的。那其实你这样看就看得出来了哈、哦，它是一朵花了，那有一只苍蝇了。那我们就来组装一下哈、哦。其实你把这个这边有凹下去的哈、哦、的这个凹槽跟这个凸出来的压进去啊。压好了以后，这个花瓣就不会掉下来了。好，就把它装上去就对了啦，放着好了，看会比较不会掉。大概是这样，那我们就把这个盖上去，就算完整了。这一家的厂商是 TRS， 那这个是巨大花卉食虫植物，就是巨大的花的这个食虫食物啦哦。那这个是可以动的。那总共这个是有。AB 的这个花颜色不一样、哦、比较红一点跟这个粉红一点，另外一种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花卉啦、哦、这个不太一样、哦啊、也是颜色不一样，等一下我们都把它组一组装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哦、那这个组装比较简单一点，组装它只有一片叶子，那这个已经在上面的，这看起来还 OK 啦、哦，就是直接就这样装就好了，这样就装好了，这个就可以勾在任何一个地方哦，可以这样勾的。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它有这个老鼠嘛，对不对？它可以这样子，哦，就是要跑进去被这个花吃掉了。这边很明显了哈，这个是另外一个颜色，这个这样子是一组。等一下我们把它整个把它拍起来哦，感受一下，看看它拍照状况是如何。那你现在看到就是我想要呈现的感觉啊，那我觉得还不错啊，这个花可以运用在很多地方。今天呢就介绍到这里，谢谢你的收看，感恩，再见，拜拜。